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爷。那么挺多小伙伴让我录第三期的，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这个捣蛋鹅。因为之前我们已经通关了第二关卡，所以说今天直接可以进入到第三个关卡。我们通过这个小道去到第三关。诶，这里有两条路啊。哦，是这里啊，你看这里烂了。嗯哼，这个可以拔掉。哦，我直接可以进来吗？哦，可以。都烂了不修一修吗？这里没什么人吗？这里有一颗球，有一些玫瑰。啊，这是别人家对吧？我看一下任务啊，让人打碎漂亮的玻璃。没有找到玻璃，这个老头不会发现我吧？嗯，看你的报纸，喝你的咖啡，不要注意其他东西。让那个男人光着脚，想让他光脚的我得把他的一双鞋子全部拿掉。等他看报纸的时候，我把他鞋拿掉。来来来来来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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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发现吗？哎，没发现吗？怎么感觉突然没了半只脚呢？哎，不过来找一下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不对，差一点被他看到了。哎，奇怪了，我拿不了他的另外一双鞋。他另外一只脚我拿不到，为什么？把他的其他东西全部拿掉，是不是要把其他东西全部拿掉才能去拿他的另外一只脚啊？嗯，我的烟斗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奇怪了，刚刚不见了一只脚，现在不见了烟斗。算了，还是在这里喝一口下午茶。我把他的东西全部拿掉。哦，帽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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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下一次就是眼镜了。眼镜眼镜眼镜，戴什么眼镜呢？诶，他戴眼镜不是就是老花眼镜吧？啊，一把年纪了。鞋子鞋子鞋子，诶，不对吧，怎么鞋子拿不了啊？难道是我搞错了？他在找自己的帽子，他发现鞋子没了一只，眼镜帽子烟斗全都不见了。这就纳闷了，到底是谁让他的右脚抬起来，这样的话就能拿到他的另外一只鞋子。这里也有一盘玫瑰，看到没有呀？哦，还好他没有去。不是吧，也就是说被他发现的话东西全部会没有的。可恶啊，真的是害我重置了。可恶啊，当代恶臭老头子。最后剩的这一双鞋子只能他喝咖啡的时候脚抬起来，我们去取他的鞋子啊，然后应该是把他引诱到另外一边这边了。Yes， 光着脚走路吧。OK OK OK OK， 一只拖鞋可以啊，拖鞋啊，这里刚好有一只，来，拖鞋啊，可以了。哎，这里又有个围栏啊，这可以拆掉啊。我进来啦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任务啊。帮人打碎花瓶，戴上丝带。哦，就这个啊。哎，这个鸭，这个鹅跟我一模一样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把这个假鹅拿走。哎，这里就是那个花瓶对吧？这个花瓶要怎么整呢？哎，他发现我了，这个女主人她发现我了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我躲起来。Yes， 假装成他的那只玩具鸭，然后他应该会给我带上丝带。嗯，来来，带上来。我可以啊，带上丝带。挺好看的应该。走开啊，你看，带上丝带。我们看一下，洗衣服的话还需要一个文胸啊，这里刚好有一个文胸，来带走。被锁了，怎么搞？啊，这文胸是我的，嘿嘿，这文胸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光天化日之下文胸都不穿，嗯，臭女人。哎呀，哦，这边可以过去吧？哎，怎么过去？把这个拉下来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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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样可以过去，你看。这个花瓶，这个花瓶怎么打碎它呢？把这个花瓶给这个男人会怎样呢？他居然把眼镜还有烟斗全，哎呀呀呀呀！他把我的丝带给带了，他拿我的丝带去哪里？丢回去啊！哎，顺带顺带，来来来来，这个哎，花瓶也丢回去吧，丢回去嘛。对对，牛逼，人家花瓶来的，你把它乱丢。这个玫瑰花是，哎呦，哼，你居然打碎了我的花瓶，你这个臭老头子！哎，等一下，不打扰你们吵架了，我去拿那个文胸。文胸，对对对，带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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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爬过来，来爬过来，我就不信你爬过来还真的不会爬过来啊。袜子肥皂，
袜子跟肥皂。他说要装扮对吧？来，把这个放到这边，让你装扮一下来。哎，这里有个锤子，还有钟，让那个男人把茶吐出来。哦，那个男人喝的是茶，会不会是他喝茶的时候我们去敲这个钟，然后他被吓到了？来，我看他喝茶。对，赶紧的。嗯，哎，可以啊。OK OK OK， 帮那个女士打扮半身像。半身像的话，这里应该需要一些东西，把那个男人的帽子啊之类的东西带过来啊。他们又吵架了。那个半身像如果要装扮的话，我觉得帽子应该少不了吧。对，那个男人的帽子打开，然后帽子，对，不是他东西的话他就不会搭理对吧。还需要一副眼镜吧，烟斗也带过去吧。帽子看到没有，帮这个半身像戴上去应该很好看，快点戴上去。 啊对，还不够，看来要把那个烟斗还有那个眼镜顺带带过去吧。咦，我的了，试一下，试一下把这个给他行不行啊？我觉得应该可以吧，不知道够不够。来，女士，这是你的眼镜，不用谢我，拿去戴吧。对，应该很酷的。来，还不够，天哪，鞋子应该不用了吧？他半身像，戴不了鞋子。烟斗应该要，烟斗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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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耶啊！烟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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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我这里需要找到肥皂，哦，肥皂在这里，可以带走先。肥皂，还需要一对袜子，哦，袜子不就是跟文胸在一起吗？帮那位女士打扮半身像 ，OK。哎，哎哎，他找什么？找一个玫瑰花的告示牌，哦，这个很漂亮，带走了。让人修剪珍奇玫瑰，就是这一颗对吧？应该是这一颗，让人帮它修剪。它这个是可以拖动的。不要去找袜子。不对，我任务完成了，不用管它。它去拿自己的袜子吗？肥皂，它拿肥皂回去干嘛啊？肥皂对你来说没用吧啊？当然，文兄也帮它丢回去对吧？我任务反正不对，哎，它拿走我东西的话，我的任务是会失败的。我的天，这个男人好烦啊。这个花，这个女士在这里修剪这些花，原来是这样。拿这把刀修剪对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她在修剪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会剪到这个奇珍的玫瑰，珍奇的玫瑰应该是这样。哇，这个花瓶给她修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半身像啊，哎呦，挺酷的嘛啊！那个糟老头子竟然把我的东西全部丢回去，可恶，真是没天理！哎哎哎，对，哎哎，他首要做的还是修剪一下他的东西。哎，不对，把这个藏起来吧，剪，快剪！对对对对，对，哎，让人修剪珍奇玫瑰啊，应该会吵架了吧？把这个玫瑰给那个老头子，让他多感受。让他多管闲事，真的是玫瑰被剪了吧？好心帮你的邻居，结果你的邻居把你的玫瑰给剪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气死他了！男的摔坏他的花瓶，女的剪掉他的玫瑰。啊，你剪掉了我珍奇玫瑰啊！可恶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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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哎，东西齐全了、啊，文胸、肥皂，最后蓝色袜子。哎，我东西都齐全了，怎么需要一双袜子？一双袜子，难怪了，我折腾了半天，原来是需要一双袜子。Yes， 洗衣服完成。那么我们第三关的任务算是完成了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恶作剧啊，第三关就玩到这里。哎，你看这里又有个告示牌，禁止恶出入的告示牌。真的是人性化，每一关都有这个告示牌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喜欢的小伙伴们不妨点一波关注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